我是刚刚一列车长，在109年5月10号，台北捷运淡水新线大安站7:45所排的是137次，看我向上的高音量系统，钢轮钢轨是九零车，超多人。然后刚刚我在双连站竟然错过了那台温泉，那个亲子列车来了，亲子彩绘列车，真是超可惜。好，137次40大安站，刚刚哥哥喊叫了，拜拜。然后今天要去那个，今天我想要去那个动物园。对，因为本人自从新冠开设之后就没有再去，然后已经很久，然后那今天去逛动物园了，刚刚哥支持，再见。